一只手讲，哎，还是帮我帮推前浪啊，跟娱乐圈差不多。对，很快就换上一些新一批的九零后出生的，对，年轻的后这个。前一阵子回来的时候吃饭，你就发现很多记者已经不是记者了，是主管了。哎，对啊，人是会往上不断的晋升的嘛。是啊。对不对？只有我还是 DJ， 我好不长进。那是三年了，离上一张，然后这一张叫《我们是朋友》，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呢，其实是在这三年里面写的，有好几首歌，起码有五首歌是之前就已经发表过，就是单曲这样子发表，可是买不到的，就在网络上听得到，还有在黑台分听得到，对，是吧？对呀、啊，对呀、啊，面具呀、啊，小小啊，美丽人生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另外五首歌，就是接下来会在电台啊，在网络上会发表。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所有的 MV 都是自己当导演来拍。那有一些就是找了曾志伟大哥来演那个面具。面具那首歌是在我在内地参加蒙面歌王的时候得到灵感而写出来的一首歌。对，你也知道说那个曾志伟大哥还是蒙着面比较好嘛，对不对？没有，他适合戴着面具。他特别够意思，我就是一想到要拍这个歌，我打个电话给他，他其实在半个小时内就回复 OK。真的吗？他档期也没问。呢？档期也没问，酬劳也没问。不用酬劳，哎呦，真的无酬演出哦，搞意思哎。我的酬劳可以打给，不使给钱啊。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我的酬劳可以打给，不使给钱啊。真的这样。他真的是这样给我。哎，所以他这个在拍摄现场应该是一个欢乐国吧，就是超可爱的。很快，因为这大哥就是他演技很好。那我就跟他说，就是那个歌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主要是抓表情。是。然后没想到他连对嘴都学了。哎，真的耶！他还跟着唱，然后我就拍了他对嘴唱歌。所以我要问一下这个曹哥，你这一次这个从音乐方面晋升到了这个影像的部分，自己当了这个导演呢，有没有发现说，哎，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挑战，或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就是发现那个拍别人的时候很好玩。怎么说？就是特别有满足感。然后比如说那个我喜欢拍小朋友，然后我很喜欢拍老人，我喜欢拍皱纹啊老人这一种，所以像这一次的也有拍了很多老人，可是那个歌基本上是小朋友在唱，可是用老人来表演这样子。真的耶。对，所以感觉是反差蛮大的哦。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小小那首歌它主要是不管你的年纪多大，有梦想还是非常重要的。是，我觉得有梦想比梦想实不实现来得更重要。对，所以就找了一群老人，然后诠释小小，对，来诠释这个不管年纪多大还是有梦想没有放弃过的那一种。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呢，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不管这个人生在高潮低潮喜怒哀乐时刻，都能够有一首陶喆的歌陪伴我们这样子。而且呢，十年的一年就过去了，大哥现在是德高望重，算是前辈级的人物了。没有，真的哦。金曲奖只拿过一个。哎呀，别这样啊！这一次我们是朋友要报名一下喽。我年底还要发一张呢。哎呦，真的吗？因为过去三年积累太多作品，是不是？不是啊，就是很想拍东西。就是十年了，就是很开心，他这样一路就是爬的滚的，就是什么姿势都来了。然后重点我是觉得，对啊，就是一路很丰富很精彩。然后希望他能够下一个十年真的能够把心打开，做他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祝福他，就是越活越自在，这样。